这是我的村庄。从小，奶奶就告诉我，村里流传着一个只属于女人的秘密。几百年前，这里的女人被裹小脚。足不能出户，为了给彼此活下去的希望，他们创造了一种男人看不懂的文字，叫做女书。在女书里，他们用诗句和歌声结交相互扶持一世的姐妹。可疼小生我满月，我家的人落脸昂，莫管姑娘莫折昂，怕要不过关我，说说又要高低我，也愿相朋明说兄。